我们频道的重要公告，会员频道功能正式开通了。今天我们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频道正式开启了会员频道功能，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。为什么要加入会员频道呢？而且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有什么好处？那么第一个好处是，我们会有会员勋章，会随着你加入会员的时间长短，勋章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设计了很多属于会员专属的福利。第一个福利是会员专属社区动态，我们会发有助于提高书法学习的方法类的文章，内容随时更新。第二个福利是会员优先看最新影片，第三个福利是会员专属书法教学，教学会更详尽，多种明天示范教学。如果不成为会员，其实不成为会员完全不会有任何变化，和我们现在频道一模一样，不会受到任何的福利影响。如何成为频道会员呢？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频道页面上那个订阅按钮旁边就会多一个蓝色加入按钮，点击这个加入按钮后，就会弹出来会员频道一个说明页，这个说明页里面就说明了我们会提供哪些福利，然后这个页面上还会有会员的价格和一个蓝色加入按钮，大家再点击这个蓝色的加入按钮之后，就会跳转到支付页面，会员价格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价格是不一样的，好像是跟当地物价有关系，大概一杯咖啡的价钱可能还没有一杯咖啡的价钱，反正日本这个价钱肯定买不到一杯咖啡。付费的时候就需要信用卡或者 PayPal 信息，那么整个加入会员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，只要点两下填几个数字就可以了。其实退出会员更容易一些，可能点一下就能退出，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加入之后发现这个福利完全不值一杯咖啡的价钱，大家就立刻退出就可以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大事，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把更专业更实用的书法教学频道做好，也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条通往学习书法之门的最佳捷径。最后再一次感谢你们的支持。